我出黄色切尔西，我出金色切尔西，我出绿色切尔西。这不是尖头皮鞋吗？怎么会叫切尔西啊？这下完了，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切尔西。我要是出错的话，我们几个就恢复不了颜色了。对啊，小西，你好好想一想嘛。哎呀，小西，很简单的，你随便出一个就行了。那我就随便蒙一个吧，我出蓝色切尔西。消除成功，恢复颜色。耶、yeah! ！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恢复一点颜色了。有颜色的感觉真好呀！该我出了，我出一个简单的起源之力。那我出虚空之力。这个简单，我出融合之力。啊，你们都出完了，我出什么呀？还有什么之力呀、啊？哎，有了，我出洪荒之力。啊？怎么了？消除失败，失去颜色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出的都是迷你世界里的力量，你出的不是，所以消除不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好不容易恢复一点颜色，这下全没了。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把花千骨里面的洪荒之力出了。哎呀，这次我出，既然都喜欢迷你世界，那我就出迷你世界里面的妮妮。觉醒者呀，那我出卡卡。啊，觉醒者版的还有啥呀？亚楠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最喜欢的那个也可以。我最喜欢的，啊，我知道了，熊仔。那我出地星人图案。消除成功，恢复颜色。耶！该我了，这一把我要出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蓝色妖姬。这个简单，我出绿色毒刺。那我出紫色魅惑。那我出红色风暴。消除成功，恢复颜色。哇！我们的颜色到肚脐了。对。再有两次我们就可以全部恢复颜色了。这一次我先出雷霆嘎巴无情哈拉少。那我出 Come the way ABC。 那我出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。我出英雄可以受委屈但你不能踩我的切尔西。消除成功，恢复颜色。哇，我们的颜色恢复到脖子了。如果我们再答对一道的话就可以彻底恢复颜色了。那我们加油。那我出个游戏版的，我最喜欢玩的开心消消乐。老师，你喜欢玩开心消消乐呀？那我出王者荣耀。我出蛋仔派对。啊，你们怎么出个游戏啊？我平时最不爱玩游戏了，我出什么呀？啊，亚楠，你连游戏都不知道啊？你随便出一个就行。我不知道我怎么随便出啊。可是如果你不出的话，我们就恢复不了颜色了。啊，你们怎么都把压力给我了呀？我确实没有玩过游戏嘛。亚楠，就剩你自己了，好好想想，不然的话就前功尽弃了。谁能来帮帮我呀？